伤势已经没有答案了，但是他受到了惊吓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冯静来到现在不吃不喝也不说话，辛苦。今天感觉好多了。这个照片是救你的消防员留下的。 刚走。风儿，你救的姑娘从后面追呢。 看着他消失在光里，这个照亮我生命的人，在往后的10年里，那束光从未消失，它一直照亮着我的人生。10年之后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一定会追着光。 现场再三强调，不能进入警戒线内。刚才时间紧迫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们记者为了抢新闻，连命都不要是吧？ 金站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记得我？记得。你记起来了？那个瞎报道的记者。看来进站对我的印象不太好。你还好意思来这儿？ 你知道就因为你的报道，网上把我们进站骂成什么样的吗？我没主动找你呢，你好意思来这儿？拿来。关于三零七给我道的报道视频，我诚恳的向你，还有你们道歉。这一次我来是想弥补错误的，我希望能为你们做一期消防专题报道。不接受。阿叔。啊。那个。
由不得你们了。你们都在呢。集合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淮港电视台记者徐来同志，到你们这儿是来做一些专题采访，从今天开始要和你们同出同进，希望你们配合他的工作。报告政委，最近任务繁重，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配合采访。这是特勤大队的命令，只能执行，不能拒绝。是。继续。你把我忘了，那我们就重新再认识一次。我叫徐来，这一次别再忘了。你说过了。